都是写 Tokyo Milk 啊，所以东京奶。东京，你这色狼，东京，东京牛奶。该先录我。我们家去万丽酒店，那个英文很长，我不会念，你会念吗？啊什么东西的，对不对？我没有注意他的英文。我们第一次住万丽酒店啊，也是万豪集团底下的一个品牌，不知道好不好。哎，没有很贵，我订6000出头，我们有白金会员，可是我的白金会员快到期了，可能要50万才有白金。我现在只住了20万，还差30万，那我们就放弃吧。 Let it go。我们大概从现在开始每天都住饭店，就可以住到50万。我觉得不用，就放弃就好了。哦，真的哦。对，就放弃。因为有白金很不赖、欸。我一直是说，如果说我明年没有白金，那后年要再有就会很困难嘛。对，就是相对，就是你已经20万了嘛，已经完成了1/5，明年重新又归零嘛，所以当然就是比较麻烦了。最好是一次就让它达成，所以我们继续努力。不是，我意思是说，如果我们明年没有，后年一样就是集50万就会有。对啊。那就这样就好了，因为是这样讲没错。哎，不会啊，其实我们快到万丽酒店了，其实离士林夜市感觉蛮近的。它就是它不会很远啊，你还被你讲很远，就是那群豪宅里面，旁边就是这个士林官邸耶。对啊，那边有一栋豪宅。那一栋豪宅我一平多少钱？到了，万丽到了，就是那个啊什么的那个，在那边，就是在豪宅后面。我以前都没有注意有这一栋、这是新的啦，这就新的啊，它真的才新的。这样这边很方便啊，你走路就是士林官邸，然后其实这样不会远到夜市往那边，那边就是加油站那边过个马路就到士林夜市了还不用搭计程车。这边就是那个豪宅，这边就是万丽酒店。而且今天是礼拜六晚上，我刚才才订房的，居然没有客满的。对，哦，对，今天只有我们三人行而已，因为今天是唯独只行。对，因为我女儿跑去找外婆家了，她去度假了。我们也来度假啊，很高级耶，看起来。那个如果有粉丝知道这边一瓶多少钱，麻烦留言底下告诉我，我想要知道这边现在一瓶要多少钱。他就在这栋这群新的旁边，你进来了，耶，进来了。他是自动辨识车牌。对啊，自动辨识车牌。第一次看到饭店有自动辨识车牌，因为它比较新啊。这栋饭店感觉也是乱新一把的。他今年8月才开。哇，真超新的，而且网上资料超少的，几乎查不到资料，资料是零。所以我们今天打算自己来体验一下。我们要选一个最好的位置，就这里就好了，随便停。最好的位置就是这里，好新超新的，有一个新的味道，能闻到。靠近它灯还会亮。你要在我左前吗？走，我们搭卡了。但是疫情期间，所以那个白金卡的迎宾礼的部分还没有全部 ready， 那我们都是一律送你1000点的积分。好，早餐是没有的，对不对？早餐的话，您可以在行政走廊用，但是我们有另外再就是送您2颗，可以直接到1楼餐厅使用。就是说也可以下来吃。对对对，但是礼仪的部分，它可能就是现场要计价。那如果他要去酒廊，也会另外再收费，因为我们只有包2个人。你们酒廊有黑标了吗？有啊，5点到8点。5点到8点，好。好，那房间的话在9楼。好。那顶楼有一个游泳池，它到晚上11点钟。好。可是它最深的话比我还高，所以如果弟弟用要小心。好。那健身房在10楼，24小时。好。那我们同事带你到弟弟。好，谢谢。他今天帮我们升等9楼的行政楼层，被赚到了，升等。你看，他住九楼，对，好矮哦。我们是买最便宜的房间啦，可是今天运气很好，他刚好空房，帮我们升级成922。哎呦，体验呐，没住他。他的整个装饰是，他的手没刮。你不觉得你抬手进来那个饭店大厅那种质感？它跟别人的颜色有点不太一样。对，我也是梅花，然后再加一点蓝。Will you start to believe? Will you start to believe that
it's real. 哇，又进来了。很小吗？又有第一个感觉就是很小，真的。房间有点小。亲爱的，你不觉得它构造跟一般的饭店不太一样？有点不太一样。士林寸土寸金，你知道吗？应该是。对，士林比较贵，所以它有一种压迫感，莫名的压迫感。这个设计好新颖哦。为什么？因为它是圆形的。这很特别。对，你看。一进来这边就是 mini bar， 然后这边有个电视，电视感觉蛮大的，应该至少55寸有。然后再来这边，我儿子正准备，那个死小孩正准备在打 Switch， 对。然后其实他这边真的会比，你会感觉比一般的稍微小一点啊。你看我一进来，门口在这，行李在这，然后这边就是床，不过这个床还蛮大的啦。不过整个空间是略显比较小一点。对，有点小，可能这边就真的睡两个人，刚好那边可以再睡一个人，睡在沙发上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 mini bar 有什么好不好？上面就空的。这个很像我最近看的那个宫廷剧，他们如果要就是要送东西去那个隔，比如说去那个承乾宫的时候，就会提一个像这样的东西。其他最近电视看太多。像魏璎珞每次都要去哪里，然后就会提一个这个。里面有什么？看一下。看一下。哎、欸，有茶 ，UCC 咖啡。咖啡、欸，对啊。咖啡跟茶。那第二层有什么？彩的。彩彩的哦，用高级。然后第二层跟第三层是空的。看一下底下还有什么？这牌子我目前到现在，他进来我所有东西几乎都没看过的牌子，这个我也是第一次看到，这个我也没看过，这个我也没看过。这个是做音响的那个牌子啊 ，Kenwood 都没看过，就是他用的牌子都比较不太一样。好，哎、欸，有这个哎，小宝，哎、欸，又有这个你看。这是不用钱，欸、我觉得不用钱。他的 mini bar 感觉是不用钱的，感觉上还是要钱，要钱哦。天哪 ，mini bar， 我们看一下一颗出奇蛋多少钱？一颗出奇蛋，趣味玩具应该这个吧？100块，100块，大概是外面两倍价格。我们还是先关起来。还有那个字母软糖，没有，关起来就可以了。就我们去 seven 买就好。对，然后打开一下下面还有什么？看它的冰箱，它这个也东西同对。对，冰箱、海尼根、台啤跟一些饮料，嗯，因为要钱，所以我们先去外面买就好了。对，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边还有什么。床，那床好高啊！你看那个床已经到我的腿嘞。你都不好好检讨你自己会不会长高，一直不会长高了。对啊，还嫌架床高，太高了。你看我这样上去，你干嘛要豌豆公主？我是豌豆公主。像我185的身材都没有这样的困扰，真的。哦。起来了啦，还没结束，我还没睡觉。感觉一下它好不好睡啊？可是我感觉上啦，我觉得它这个按钮质感我不太喜欢。对，有一点不是说非常。有一种太空旅的那种。对对对对。如果你用黑的、啊、金的啊，都好像感觉比较有质感。对，它这个按钮质感就是比较商务一些啦，我觉得可以，应该可以做更好。可是大家注意，这都是86的规格，都是大陆的规格。好，接着看这边就有个电视，电视很大，55寸应该有。对，三星的55寸，是吗？哦，你不要把人家电视可以接 Switch 了。哎、欸、嘿嘿，可以搬出来哎、欸。对啊，先可以接 Switch。哇，哎、欸，很不错哎、欸。大会啦。对，今天可以轻轻松松接电线，在那一边，在那边。啊，你就进去，不要出来。不知道为什么我要出来。然后这边会感觉有那么一点点挤啦，就是这边就是一个椅子跟一张床、椅子啊就紧连着窗户旁边，窗户外面可以出去吗？不行，我看一下，我不相信了，这边说真的不行，我好想要出去哎、欸，我买不起豪宅给你，我带你看豪宅，我们现在看到旁边那个豪宅哎、欸，这好像是相邻建设的哎、欸。今天晚上至少可以看着豪宅睡觉。你可以看着奇异果。我不要奇异果，我讨厌奇异。可是它还蛮贴心的啦，我觉得它整个设计是很一体的，像这个跟我们刚才进来那个设计就有点像。这应该也都有请设计师设计，就是它的颜色感觉是一体的，不会哪一个感觉特别突兀。对，然后蛮贴心的是这边还有两个 USB 啊，这你很需要。对，这我很需要。书桌灯。对，书桌灯。这书桌灯。跟床头灯是，对啊，它的跟床头灯是一组的，所以整个设计是蛮一致的。对啊，现在它都有走一些大理石色系的感觉，其实这几年还蛮流行像这样子，它厕所也是这样。它比较小，可是该有的也是有啦，然后也感觉蛮温馨的。这是可以看着它洗澡。对，
那我们去厕所。哎、欸，这边是窗户，这不是门哎、欸。妈，我今天在打。你今天打电脑的时候，我就看你洗澡。对对对。哦，我们就可以看。我觉得他的厕所看起来很厉害。对啊，看起来。怎么很热？我跟妈，我们是老公跟老婆，看着你妈洗澡是应该的，好不好？不要乱教啊！我不要乱教。哎、欸，你不要乱教。我看你洗澡是正常的吧？你不要乱教啊！我就跟他们老师讲说，我跟你讲，我爸要看我妈洗澡。然后再来。厕所走大理石色系。哎、欸，没有免治，他用的这个牌子是 K O H L E 啊，就跟外面那一样啊。对啊 ，K O， 然后马桶也是看起来就是干干净净、很舒服的，整个厕所的设计都是白色的。对，然后它的元素就是啊，大理石，然后就有那个纹路，然后有那个花。对，它的花大概都是那个像棉花的那个。对，看起来都还蛮高级的。然后我付两瓶水，两个毛巾，两个杯子。哎，又到了每天来猜吹风机是什么牌子的时候，来，各位猜一下。我有透视眼。我也有透视眼。飞利浦。你猜飞利浦是？我猜国际牌。飞利浦吧。国际牌。Panasonic。国际牌，看到没有？今天是我赢的。哎，国际牌高级货哎。不是高级货啦，我意思是说，你看它连吹风机都跟那个一样是黑色系的，所以蛮用心的啦。还有，我都故意做一个色系。对，整个台面。奇怪，它沐浴乳是在这里。我在这里啊，真的看一下沐浴的牌子。最近我好多粉丝有教我沐浴乳的牌子，我看一下。因为有漱口水耶，这个包装也都没看过，有点花俏。这个写 Tokyo Milk 可能是不知道什么东西耶。我看一下，这个就浴帽啊。浴帽哦。哎，它为什么都没有中文啊？它这牌子就叫 Tokyo Milk 吧？这就是针线包，那种搓指甲的。搓指甲。是刮胡刀。你在干嘛？浴室卷帘。哦，它可以把浴室关起来啊。休想看我。我把它关起来。你进去的时候，哎，关一个就会关两个啦。两个一起关哦。然后两个。就是你看，就是你不能说哦，我只看风景。哦啊，晚上我可以在这边不要穿衣服，在那边洗澡吗？可以啊，对面的人会看你吧。我也看他，他也看我啊。他应该看得很腻吧？我们看一下这整个浴缸是这样，可是我觉得它浴缸看起来很舒服哎，是这样子的。然后它这个所有的沐浴品牌啊，上面都是写 Tokyo Milk 啊，所以东京奶。东京。你这色狼，东京牛奶要讲好。然后它的意思就是东京奶。它的浴室啊，其实真的采光非常的漂亮，这边有一整个落地窗，然后这边又在那边打电动，一整个落地窗，然后这边你就可以坐着，这个浴缸好舒服哦，我可能明天早上来泡一下。它的这样看出去景真的很不错，虽然说浴缸没有很大。对，可是我觉得看着豪宅边泡澡真的蛮舒服的，它有个搓搓的。对啊，这边它有浴盐啊什么的，这是香皂浴盐，然后还有那个丝瓜布、啊，这个它全部的卫浴全部都同一个牌子，这个。包括马桶都是同一家，有一些饭店可能会用不同家，可是它这个全部都同一家，都是一体的、啊。没错，然后都走大理石。好，我们准备要去游泳。来，现在有什么感想？风超大的，有点冷。感觉不游了。它的泳池啊是很漂亮，而且你们觉得它水超蓝的，就水感觉是很干净的。这边都是四零官邸，可是今天好冷哦，我不晓得要不要游泳。再见，太冷了，今天不能游泳。哟，你再弄，我就把你弄下去哦。好啊，先把你推下去，你才能把我。你要不要推下去哦？对啊，赶快推啊！好了，我们要走了。我们今天不游了，好冷哦、喔。好，这个行政楼层啊，一样，5点到8点有 Happy Hour， 有提供晚餐。先来一瓶海尼根。亲爱的，你在干嘛？我在帮柚夹菜。欸、看起来很丰富哎、欸。柚是气质控，你要哪一种东西、啊？它全部都一种。它东西啊，感觉都蛮精致的、欸。就是，而且它虽然空间蛮小，可是料其实蛮多的。从放眼望去。对啊，就是料看起来不少，很丰富、哦。先这样子啊。
间行政酒廊怎么样？我觉得万丽酒店的行政酒廊，我可以给到九分。我应该可以给到八点多分啊。我觉得上次去六福万怡是去过最好的，那、这间也算不错，它的热食，对，它的热食啊都有在加热，就是它，你有没有注意到它热食那一区有个加热器，就是让热食永远是热的，也没有到很热，可是就是大概有七分热左右。对，就是它整体的东西啊，而且它那种里面竟然还有贝类啊，然后蛤蜊什么的，然后肉都有啊，面。而且他觉得他的酒类的选择算也算蛮多的，就比一般，所以我应该也可以给到8.5分。我觉得这种可以给到9分，因为我觉得他，你看我从来没有看到行政酒廊看到这个。对啊，真的不错，而且肉也很多。有些行政酒廊给肉给的很小气，我讲真的。对，可是这个你绝对吃得饱。而且你可以，就算像我其实不太吃淀粉的，在这边也一定吃得饱。对，可以当正常的一餐。可以，100%可以。言论不代表新店蔡依林立场，仅代表我是老爸。OK， 开始。我跟你讲，可颂啊，可颂看来很简单，事实上它功夫很难。你知道我有烘焙乙级的证照吗？烘焙乙级哦。没什么，就没什么。那烘焙乙级不好考，我讲可颂啊，它牵涉到它的奶油用的好不好是最大的原因之外，它那个层次啊要擀几折，我觉得。都是考验一个师傅，真的。我做的一定不好吃，我做的绝对不好吃。不过，这个都是考验一个饭店，就是越简单的东西其实越困难。其实可颂看起来很简单，它事实上是一个技术很高的东西。就跟我一样。我觉得你已经讲了50秒啊，前面讲那么长，你可颂只吃了2秒，你要不要赶快吃？没有，重点就是像我就是看起来是一个很简单的人，其实我不简单。什么意思？就是其实我内，就是你都在算计我。对对对，我的内涵深厚才会吃到，就是他那个城府很深、啊，对，才把你拐到，对对哈。心思很难破测。还好，真的。这个送还好。1到10分，有及格吗？我觉得我先离开。我们刚才不是给这个浪菊8.5分吗？我刚刚没吃可颂啊，我刚吃马冬，我觉得还蛮好吃。他第一个。一吃的那口感比较不好，它没有那么脆，对，不脆。可是它吃完的那个尾韵，你会觉得它用的奶油跟层次是蛮不错的。那近一点给大家看，不然你吃一口看看，真的我没有骗你啊。一刀未剪。我目前吃过最好吃的可颂，我觉得还是八月堂。八月堂好像叫八月堂吧？你在台北车站买的那一间是不是叫八月堂？我觉得它那可颂真的蛮厉害，我来试试看。层次有，看起来也很蓬松松软。好吃啊！好吃哦。对啊。一进去的第一个口感不酥啊。不会，我觉得奶油很香哎。也很好吃。好吃。开行政酒啦。我们好饱哦。真的超饱。我吃超多巧克力。对，这间行政酒啦。有些饭店是你吃它的行政酒啦，你会有饱的感觉，就会。对，而且它有一个很大优点，你知道吗？它跟我随便吃就会饱，不是随便吃就会饱。问你是它跟我们的房间到底有多近？我现在跟你讲，我行政酒廊在那边，我的房间就在这里，超级近的。打开了，打开喽。嗨 ，Peter 来饭店找我们，然后今天应该是饭店的上集，然后今天影片就结束啦，记得去订阅 Peter 还有 Cody。谢谢老爸。然后接着应该就是明天，明天应该就是第二集，我们明天见，拜拜。互相在打钱，拜拜，被抓包。Like the moon needs the sun, we don't care about the others.